至思至理而已思，彼平思乎豪家之眷。啊，至理，大乘经讲的理，禅宗所讲的理，啊，把思丢掉了，离而无思，那个理是空理，不起作用啊。啊，譬如大乘经教里头常说的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圆成佛道啊。你能不能放下？你放不下了，你成不了佛。话说的一点都不错，你试试看，执着能放下吗？放下执着是阿罗汉，放下分别是菩萨，放下妄想就成佛了。啊，需不需要修忍？不需要。那放不下，放不下就得要努力在事上下功夫，理明白了，对事上不要怀疑啊。这个修行方法，这是真修，是实修。在哪里放呢？在穿衣吃饭，在工作，在待人接物啊，眼见念什么呢？念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要练这功夫。耳闻声，在闻声里头也是练这功夫，练不起心，不动念。禅就是用的这个啊，所以它快速啊。禅是成佛的捷径的啊，教是很慢的，学经教慢慢通达理，慢慢再放下，禅比较快，净土最快啊，净土最快是什么？先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再成佛。